这一路上，你说你们现在还有人吗？没关系。啊，你困了年还那么久，你们说还有话吗？你们回想六一那天怎么样对待我们，咱们还能再有话？孩子愿意带孩子出去玩，我们够已经克制的了。行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别看出边，还必要有话吗？今天你别看出边，是吧？跟你们上吧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有事，没事。尤其那个小伙子一直在威胁我，我跟你说，你跟你上一课，今天的任务不好完成。尤其这个小伙子，跟你们领导反应都多，是不是？你让你们大兵政委，我注意一下影响，孩子好。你让你们大兵政委，我注意一下影响，不行。不行，今天你真想带个连来，你要想带个照连来，先打把我刘上上。你跟他有事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这边你跟你没事。你要想抓走赵连海，你先打倒我。你跟他聊几句啊？你不行，人家跟你没话说。想说什么？我跟他有话说。人家跟你没话说。咱们大兵有话直下说。人家跟你没话说。想说什么说吧。跟他有话说。想说什么呀？聊几句，聊几句。想聊什么聊吧。说一下，接着说，是吧？想聊什么聊吧。不是，我们这人，别打架，别。想聊什么聊吧。是不是？没打架，没打架。我这所有一切都是开工作室。你们也克制点，今天别出太大的影响。我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哥，那个不是记者，那是中国人啊。我当你家说。我刚才说了有什么话说吧。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原则上已经不愿意再跟你们谈话了，没必要，对不对？你们想怎么来只管对待吧，真的。我先说这句话，我早已经跟你们放了这话了，想怎么来只管来吧，对不对？我的诚意早已经对你们太多了，我一直被你们欺骗，被你们忽悠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别还谈什么呀？别动手啊！今天别动手，真的。当着大家的面，别瞎说八道，谁动手啊？别瞎说八道啊！不能乱说，不能乱说。